李洞宾所著的《生命之书》呢，1920年到1940年时候，在欧洲很盛行，还翻译成英文、德文、意大利文，英文、德文、意大利文。李洞宾的唐朝的名人八仙之一，《生命之书》英文叫做《The Secret of》。波登弗拉，波登弗拉叫金花，金花的秘密，太一，太一就是太极。但是我的想法呢哈，我的心得想法，还有待研究呢。一就是道了。太极上之上还有无极呀、太极用一表示，无极用零表示。精华，我想念作花，精华。看呢、网络影片啊，YouTube 网络影片有介绍李洞宾所著的《生命之书》，就是《太乙精华宗旨》。1920到1940在欧洲很盛行。英文书名叫做《The Secret of Modern Flower》，金花的秘密。中文名《太乙金花宗旨》，《太乙金花宗旨》，一般都念花了，《太乙金花宗旨》。那其实那个花就是花，所以你看那个英文就变成金花的秘密。在南华大学宗教所研究期间，听那个生死所的蔡昌雄教授上课有提到，介绍这一本，网络的影片呢，有提到那个读者的。演绎者的留言有提到说，谈那个魂魄，谈姻缘，谈太极，易经八卦符号，以做官啊，西洋人对道的认识，西洋人对道的概念啊，可以参考那个善书图书馆那个先天大道的简介，中英文对照的，先天大道的简介，中英文。西洋人，练功重视修德，修道必须重视修德。鬼谷子都认为德哈要用德来驾驭那个技术，这样才会有好的结果。欧洲的曼陀罗，你看人家谈曼陀罗，曼陀罗网络影片那个，曼陀罗的画很美很美。多种颜色，然后图案很美，一层一层一层的，所以由中文往外发扩展哦。也有德文版哦，也有日文哦，也有译成日文的，也有翻译成日文的，也有，引古的相术，太乙金花宗旨与李主李洞宾啊，李洞宾，李主就是李洞宾，概括总结译成日文，还有译成日文的，经过都有探讨，李主就李洞宾的传记及其神话故事李主的传记，宋太祖遇见李洞宾的神话故事。黄崇远就是那个北七真，参考《七真史传》，还是《七真传》呢？黄崇远七真道教的那个名人，七真之一啊，遇见李主的神话故事。
李洞宾呢是八仙之一啊，唐朝的李严呢、啊，那李煜解除民工疾苦的神话哦，爱以精华中指金玉啊，天心，也哦，元神，我们看四神，谈到元神四神。谈到原始是什么？元神是神呢？说元神在两眼之间的玄关处，是神说在心脏，这个是看那个影片知道的。是人是阿赖耶识，元神还是先天的本性佛性，天命之谓性，回光所中啊，回光返照所中，多元受受穷不如所中，回光调喜，回光擦面，回光正念，回光活火，逍遥以逍遥解，百日利基。性光是光，坎离交过，昨天劝世歌，禅忧问答，白话注解。一手丹田嘛，一手玄关呢？他这里面呢提到了什么？守住丹田了，守住意识我。就可能参考那个练气的哦，练精化气，练气化神，练神还息，练息还武，你不要太疲劳，太疲劳，身中都有那个九度啊，哦，度高拐的九度，会作怪啊，害那个男人遗精呢，精神流失，精气流失呢。会影响练精化气，练气化神，练神还息。舌底善恶，你看生口水。你看那个火，生活的火，三点水一个舌，舌上水，然后吞口水，舌底善恶吞口水，有助于健康，比较不会口渴。你看那个火就是三点水一个舌，舌底善恶生口水。打通任督二脉，前任后督，有的说是呼气降啊是任督，啊吸气升是后督，所以叫做呼降吸升，呼降吸升，呼任脉啊吸是督嘛，生命在呼吸之间呢，你看呢？那这个是拱呼吸法，帮助打通任督二脉，呼降任脉，吸升上升督脉，呼降吸升，打通任督二脉。我那心得，我的心得哦，用配合，用力眨眼，眨眼睛，震动，震动背部，哦，帮助气升上来。这是自己的想法。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好啊，
是不是真的很好呢？配合一手弦关呢、啊？不是手丹田的，应该要手弦关呢、啊？弦关要临时指点，知道弦关呢、啊？一手弦关，自心一处啊，无事不办啊。舌底善恶，配合舌底善恶，人能常清净，天地悉皆空。这是太上李老君《清净经》有提到。双手合一是天地合一，阴阳合一，有助练精气神和练气。手抱合同的双手合一，抱合同还抱天地的始终呢，子亥相洽，怀中抱。子会开天，亥会混沌，抱天地的始终，就是阴阳合一啊，帮助练气，手抱合同，舌底善恶一手乾坤，听口水，手抱合同。三宝有那个关啊、觉啊、印，先关啊、口诀啊、手印啊，修行摸着根了，成佛祖了；修摸不着根了，瞎修行了。那小周天后自欠了，督脉到前面任脉，大周天相反方向，不容易，不容易。练精化气，练气化神，练神还虚，练虚还还是要得名师指点，得三宝心华。比较根本啊。连续者谈心嘛、啊，上气浅，上气之浅，不要交谈，才不会乱心、啊。演戏的人他谈心，讲到上气浅，不要言谈。人格心理学要注意，心无一言的境界，心无一言境界，心生一言，那是还本还原呢、啊。以底发师情者，仰抱镜中像。那写什么字啊？请不要属于自己的镜像之中，你得看是情节，属于自己的镜像当中。哦哟，真的是要真假呀，分明。真的是我们的这个自性、佛性、本性、良心啊，假的是那个四神啊，心意是四神。